古天乐、林峰、林家栋、郑嘉颖、周秀娜等等呢日就出席电影《披风暴》嘅杀科宴。古天乐同林峰呢次系自从十几年前拍《寻秦记》之后再次合作，感觉又有冇咩唔同咁呢？有，梗系有成长到啦，十八年都唔吓，咁就真系几大件事。演技上啦，我咧佢做人处世上啦，都即系因为始终嗰阵时我同佢拍《寻秦记》都系啱啱入行冇耐啦。咁所以我今次同佢拍個感覺係特別唔同嘅。咁亦都見到見到今日嘅林峰係好似另外一個人咁咯。但我覺得佢嘅一切都係佢努力換翻嚟，都係咁靚仔。其實好多嘅故仔，佢包括今次嘅成個拍攝，佢其實都俾咗好多信心我，亦都教咗好多嘢。咁希望可以我出嚟嘅效果，出嚟嘅表現可以。开满意啦！除了同古仔之外，林峰同嘉颖都有好多年冇合作啦。呢次仲有唔少打斗戏添。哇，唔难，我哋将多年嘅积怨发泄出嚟咪得？讲笑，因为同阿嘉颖识好耐，但系我同佢咁多即系以前合作嘅时候，都冇拍过任何嘅动作嘢。咁可以今次再次合作，跟住有一啲新嘅尝试，我觉得个感觉都几。幾新鮮。另外提到古仔早前因為頸椎骨移位而要做手術，他就話跟住落嚟仲有兩部戲要拍啊。因為我做手術之前已經接咗兩部戲啦，咁其實下個禮拜都開工啦，咁就冇乜就係有動作戲要做嘅，但我都盡量去做咯。咁因為個做呢個手術都好突然，係真係突然間兩日已經去到冇辦法唔動手術嘅情況，咁所以。都要面對個手術啦，咁但係我都會盡力去接下來嗰兩部，都會盡力去做好佢咯。真係好非必要嘅時候要替身，我先替身啦。如果唔係，盡量做到我自己做。醫生嘅建議就係叫我休息半年啦，因為其實即係可能佢，因為佢都知道我做邊個行業嘅，咁但係我都話其實好難啦。